我还需要就是跟你介绍吗？不过你还是要跟观众说一下，你是哥哥还是弟弟？是早安是吗？啊，早安早安。那我们这边要先插播一个消息哦。插播一个消息、啊。对，就是刚刚一到七名的玩家之中有做了不好的示范，不好的行为，对，所以我们马上就递补了后面的几名玩家。是啊，如果之后要参加电玩展的海选关卡的话，大家不要帮我们做不好的事，对，还是要乖乖的玩，乖乖的玩才可以有机会拿到奖励哦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后台的画面不知道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准备的画面。对，那就可以大家找出手机。我先把这个神魔山占空间的拿掉，再走。要面对观众，我们往侧转，拿着手机，小心地板上的线哦。对，小心线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早安是一吗？早安是一吗？你是一吗？你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白痴，我是在说啊，他是二，所以这位玩家是我们。好，可以先进行组队喽。你是一，来，我们面对观众，面对观众，冷静，好不好？冷静，我们这样子拿起来转，对，我是这个，不是，这样，好，停，不要动，这样会转不好吗？不行，我们强制规定，要这样，好不好？要这样，好恐怖。好，我们时间还有2分钟，那玩家可以组队一下啦。我们的四强玩家可以进行一下组队啊。对，观看资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，然后我看到有人已经把剧本放在旁边了。好，这是面筋，山竹对不对？然后瓦哈梅对不对？我是学生喝瓦哈梅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早安啊，鬼须，好，都有小名了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一样是小魔女，不过这边的话带了新面孔哦，是我们秦始皇的夏娃。好，四个都要用不灭医院吗？不过这个的话好像就有新想法哦，是我们路西法跟露娜。那个路西法一空转身之后也很猛，非常酷。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鬼须是想要用什么队伍。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可以组队哦。鬼须的话，戴宝尼不能进去，怎么办？应该是不能复制人而已吧。试试看。好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早安的队伍就比较不陌生了，就是上午出现过的队伍。时间还剩下40秒左右哦，让我们等等鬼须，看鬼须要怎么组队啦。准备时间还在准备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怎么又这样子了？是要这样才玩得好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才玩好。那你为什么也跟他面对面的？因为就很紧张。很紧张是不是？走慢，我无法控制。要面对观众，面对观众，尽可能的面对观众，好不好？尽可能的面对观众。对，所以是不能复制人啊，不能复制人。那这边的话，他另外带了的是我们的灵命。好，时间剩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观众的部分，不过赢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赢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先来六足，有六足属性猪，有没问题。看起来都贴得很漂亮。已经有人率先进到第二关了哦。好，那第二关的话，炸弹就给他撸一下，不会死，所以别再怕。不过第三关，早安冲很快啊，早安。好快，早安冲很快，不是在打比赛呢，哥哥。是啦，还是在打比赛。对，是在打比赛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的现在有两位选手来到了第四关的部分，另外两位选手则是在第三关缓慢的前进中。第五关。眼睛就是目不转睛。好，早安已经来到第五关了。目前是面筋领先，两个十字，直接做版面，
直接做版面，两个方十字，再拉角色出，有有有，有结界地形，所以要打得大力一点呐、啊。好，过了过了，第七关，好快。啊，第七关看起来也是想好路径了，想好路径。好，现在电机比早安快一点点，电机比早安快了一点点。你是希望刺激他激发潜能吗？没有，我是很紧张，怎么会离那么近？怎么会离那么近？好，现在的战争有点白热化的阶段呢、啊，两边都到了第九关，大概输半成左右。哦，有有有，23对一次过。哇塞，面筋瞬间挺近，不过我们后面的三组也紧追在后。鬼须加油！20下水鼠极盾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两边都顺利。哎，早安居上了，早安居上。哇塞，早安！后来居上。50%的减伤。可以吗？过了。过！等一下，不能放松警戒，不然要面筋。面筋过了吗？面筋过了，哇！等一下，哎，我们看一下回合，看一下，到底是谁输？好吧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的排行榜的部分，我们等排行榜出来，我们以排行榜作结，好不好？好。早安是二，对不对？早安是二，对不对？二号机。对，然后我们的鬼须是一，对不对？鬼须是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山竹是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四，面筋是四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排行榜，所以等一下，不要按出去记录哦，不要。哎，你怎么按出去了？你按出去了，三按出去了。那我们可能要请后台帮我们确认一下，就是胜利者。刚才第一名是早安，第一名是早安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最先出关。没有，早安是第二台吧？第二。是这个，那是早安吧？早安是二啊，所以是这个最先出关嘛，所以早安是第一名。来，嗨。然后再来第二名应该是四，后来是三，第二名是四还是三？我看一下吧。耶、yeah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请后台帮我们确认一下排名哦。第一名是二，第二名是三。来，你是三吗？你是三，来，删除。再来是面筋，来，鬼须，好，来，这边是我们的刚才的1、2、3、4，所以早安，等一下要再继续跟我们山竹做一场，是你先出关吗？哦，没有刷牌吗？来，那我们交换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又进行了一次技术上的失误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确定了1、2、3、4是这样了。魔法石的奖励可以拿，我们先到后台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山竹，还有季军，还有电军。好啦，两位要来打冠亚赛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访问一下，就是感想怎么样？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面筋，你知道我主持了，从神之手一路这样主持，他们都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了，哎，真的，我还在主持，这倒是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是何方神圣？就是之前比较少参加电玩展。不对啊，那你怎么也都没有打我们神之手的那种网络上的海选之类的呢？就单纯没打好。单纯没打好，没打好，你是紧张。那现在怎么打得那么好？有点吓到我了。那这位就是我们老面孔了。对，老面孔。我们可以访问一下，刚刚最后是不是很紧张？因为感觉快要落后了。啊，最后是怎么突然就这样超过去？有增加一下自己的手转速度吗？没有，就默默打过。平常心打，就默默打过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打了这么多场，你也很少见到面筋吧？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你第一次遇到高不认识的高手？我们都是遇到。你第一次遇到。他们就是打王者杯的那些小朋友，全部都好熟。哎，对，就是感觉他们有一个小圈圈。有一个小圈圈，所以你是新来的人，你是新来的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等一下就来。等一下，决定自己习惯左边还右边，好不好？你要
向左边还是右边？哎、啊，要面对观众哦。要面对观众。面对观众哦。不能再说不行，面对观众哦。你看他多习惯啊，说面对观众就乖乖上去，然后开始转，开始转，要面对观众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让他一下嘛，让他一下。你要让他让你选，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都可以，你都可以，也都可以，这样猜拳好了，猜拳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赢的先选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先选，你要左边是不是？那你就哎，过去过去过去，他要左边，那你过来，还没，等一下你，要把他们要把剧本拿过来，对，剧本拿着，还没，我们到台前来，还没，好不好？还没好不好？哎，你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昨天你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昨天也是昨天，因为昨天海选关卡其实就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玩家们其实可以率先进行挑战了。那你有信心吗？算有吧。他说他有信心的。那你呢？你有信心吗？我很紧张。你很紧张，怎么办？你有要让一下吗？平常心。你家里有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奖杯了什么之类的，有要让一下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他家真的很多啊，有要让一下啊？不能让。他说不能让、欸。对，不能让，这样才是尊重对手，啊、就是全力以赴。他们现在在想说，完蛋了，在台上站得越久，就越来越紧张了，脚开始发冷。那我先偷偷打听一下，你等一下要用什么队？还是医院？那你呢？医院也是医院。医院，哎呦，好，哎，我们现在呢又遇到了一个技术上的乱流，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，我们找了我们的裁判挥挥手，我们的裁判在哪里？裁判是哪位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啊？我们放了很多台乖乖，很多包乖乖。对，真的放了很多包乖乖，我可以作证。哦，信号好了，信号乖乖。一提到乖乖就有用，有提到乖乖就有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选手请就位，拿起我们的手机，然后站在柱子后面。站在柱子，来，站在柱子后面，好。露出你们帅帅的脸，那我们的时间帮我们叫出来，我们的倒数小时钟，现在先组队，还不要开打哦，先组队好不好？对，那等一下就一样是谁先出关谁就获胜哦。对，那就是300颗跟500颗的差距，对，还有一个奖牌。好，现在组队的速度是叔叔妹啊，看起来面筋应该是秦始皇的爱好者，到哪都要带上。应该一样要带亚当。这个队伍还蛮熟悉的哦。对，看起来要找木机械，果然带了一张亚当。拿破仑新选择是为了在十字盾的时候快速解决吗？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的早安带了木屋。木屋吗？木屋也是一个有点少见的选择。好，然后早安这边的配置呢是医院，然后拿破仑，然后这奇遇的英雄服，工作服，然后再来是木屋、亚当以及我们的努努。那，那边在激烈讨论。时间还有大约2分钟左右哦，另外一边也做好组队了。这边的组队的话则是比较熟悉的面孔啦，因为他带了一只小可爱萝莉二甲乐乐真的是最新亢奋的好用科技。所以一边的真伤是木屋，一边的真伤是乐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那就是木屋跟乐乐看谁的拳头比较大颗。那另外还有我们面筋还带了秦始皇，可是我们的早安选择的是十一凤凰。这个真的很少见哦。少见，不过好处是秦始皇也是定版嘛，对，然后十一凤凰也是定版，对，所以就是看哪一个的效益会比较大了。不过乐乐还有一个加速技能轮转的效果。那这边就看两边的选择是怎么样。还有时间，还有剩下1分钟啊，选手们可以稍微热一下身。好，你转出前真的会热身吗？我不会啊。可是我看他们打比赛，他们都会这样
他们都会就是哦，甩一下，热热手指。我看他们打比赛都会这样。我们也热一下好了。我们也热一下，是不是？跟着热，跟着热。不知道这次的比赛会怎样，因为面筋真的是新面孔，新面孔，新面孔，真的是新面孔。那希望他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时间还剩下30秒，调整呼吸啊！啊，剧本记得开好啊！每个上来打的都有把自己的手机还有平板带上来，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象征哦。好，时间还剩下20秒，15，紧张，紧张。要准备进关喽！准备进关，等一下一定要进关就进去哈。我们是拼时间的，拼时间，拼六速度的时间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进去，开始 ，Go Go Go！ 拼通关速度哦。好，进关。哦，我站边边一点，让这边的观众可以看到。好，目前的话就是先嘟一下，再来切六毒。有吗？一二三四五六哦，面筋扭转刀。哎，这个切的速度也很快。很快很快。好，我们早安当然也是顺利通过了第二关。先撸一下，先撸一下。音乐开起来。哦，早安这边的做法不一样哦，他压了一只拿破仑。哦。做法不太一样。好，第二关这边也过了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来，双十字五鼠蹲，拿破仑这边压下去了，两边的做法是一样的，基本上差不多的。哎，我两边好接近，好接近。对，这边都是用拿破仑做一个直接的处理。那再来，卢卢可能发挥作用，卢卢可能发挥它的作用了。不过我们这边也进行了面筋，也进行了一个定板。好。也是有转到，也是有转到，大概差半层左右。23颗，用七颗珠子不消，七颗，哇塞！早安，脑袋里已经有那个路径了。好，我们这也切了7颗，哇塞，面筋很厉害耶，反应速度很快，能够跟王者杯的打到差一层，我真的很少看过这种人。好，那查清规这一关可以也过去了，到了第八层，我们早安到第八层了，15颗暗珠，哦，灵力开下去，撸一下，这边面筋也过了第七关，要到第八关了，看他怎么处理，好快好快，用秦始皇更直接的方式，就不撸珠了，稍微切一下，要转到六组。南娜给了大家一个温柔的版面，有吗？九康有吗？哇，绕个没完，有吗？转到了。哇，那个面筋在换版面，好，开撸了，面筋开撸。咱这边在进行第二次的九滴，可以。哎，转到了。好，九滴 ，OK。哇，面筋。好，早安率先挺进到第十关的30度蹲。哪种又开始了？面筋这边。有转到，没有问题。早安，先到了王冠。好，蹦。再来到第十关，应该也是拿破仑，赶快。不过我们早安顺利通关了。哇，无情的男人。不过我们面筋也快打完了，面筋，来给面筋打完，让他打完吧。好，那面筋的话到我们仓壁这一关，该压的就压一压，用秦始皇整理一下版面。好，满版十星，对，还秀了一波转满版10 combo。
好、啊，哇，可惜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来来来，我们到台前来，到台前。好，那我们请刚刚的第三名。没有你刚才，你刚才被放了，掌声那边一直在哇、有人在替你加油，有人在替你加油。那我们邀请三四名回到台上，三四名。我们要准备来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。颁奖，那我们先访问一下，就是就是常常在打比赛的，打得这么难分难舍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比较常上台，感觉还是比较不紧张。对，我有感觉到你的嘴唇一直在颤抖，但很棒，好不好？很棒。我们的三四名选手到台前，你怎么想？没有想法。OK。天才总是寂寞的。来，三四名到台前，我们欢迎我们神魔之塔的团队朗杰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励啦，欢迎朗杰。颁奖，那我们先颁发第四名魔法石一百颗以及奖牌一个。是的，有奖牌哦，要像奥运一样帮他戴上，要像奥运一样帮他戴上。哇、哦，恭喜我们的第四名，恭喜！再来，我们的第三名，恭喜！第三名是200颗以及奖牌一个。是的，来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二名，新面孔最强新人变精。恭喜！来，最后则是我们的早安，又会拿一大堆东西回家了。哇，这个 YouTube 百万订阅奖牌团，一大堆东西啊，一大堆东西。来来来，先拿魔法石，再带奖杯，再拿奖牌。好，我们来恭喜我们的四位选手。来看摄影师，看摄影师。可以站靠近一点，没关系。看摄影师，来三。二一，再张3 2 1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我们的四位选手。那一样，我们等你们1月28号再卷土重来，好不好？等你们卷土重来，来，我们先到后台休息一下啊，东西要记得拿，东西记得拿，好。来，我们先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了。我们也打了这么精彩，但还是跟。